鼻中隔手术有风险吗？手术都有风险，只是手术的风险有大有小，有哪些风险？那鼻中隔的话，我们说它是中间鼻腔中间的这个墙，墙两边表面的话，它有一些黏膜，中间有骨质。那么要把中间偏曲的软骨和骨，我们要把它矫正端正，要把这个黏膜要薄起来。所以说最容易发生的一些风险，主要大家担心的也是什么？就是鼻中隔穿孔，比如两边因为把中间的骨头偏的骨头去掉了一部分，但是这个墙黏膜如果又发生破损，那么这个黏膜长不好，两边就通了，就成了鼻中隔穿孔。那么现在随着我们鼻内镜技术的发展，还有我们手术技巧的改变，像这种鼻中隔发生的一种中隔穿孔的并发症是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，在电视屏幕下做手术，显露得很清楚。那么另外一个鼻中隔手术的话，当然它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并发症，比如做了手术以后，你鼻腔做了一些填塞，好，填塞以后，那么有些人黏膜鼻腔。